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第五首段《台联之声》老一点新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党主席老一点哈。好嘞，阿即嘛两段拢讲过，就无必要重复哈。即嘛讲来到这里、个、哈，这里、个、国民党的部分哈，因为这个国民党的初选大概过二十天啊，开边二十天十几天啊，就见分晓哈，就是讲输赢就出来了哈。那么目前看起来，大概会变作吼，即、哦这个韩国那边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朱立伦，李飞后边有啥物吼，突然间爆出来这吼、个哦、变化，无伊即马目前是排第三吼、哦，但朱立伦有哪有伊个优势咧？讲起来，因韩国语啊愈闹开，啊，一寡这个韩国超包吼、哦，越来越明显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一定因为。这个吼、哦，郭台铭嘛未使讲伊无死角无缺点哦吼，讲起来我即摆外口咧听到作者咧开始咧讲啊，讲诶，即、欸、有可能到尾啊郭台铭赢吼，因为韩国瑜他咪讲伊这个战略有点错，伊太急着曝光了吼、哦。其实政治里面有作者做法吼、哦，你无一定爱一直出来人，一直出来人吼。哦当然啦，媒体你有人伊唔知要摄到，啊，但有诶物件，有些你在分类啦。你比方，哦，你唔免，比如讲，即、这个一礼拜你唔免逐工出来嘛，你会使出来一工两工，啊，出来拢讲一寡迄、那个吼，我、哦、咧，吼、哦，即个，敢若真有想法，啊，真有水准，啊，真甚至保持你一定诶神秘感。剩诶，你出来一工，剩诶六工，人若要去访问，你著边仔叫一个大粒女诶，哇、哦，即、这个我某方面的代言人，诶、欸。这个经济政策代言人某某人，我出来讲啊！啊，这个哈、哦，民这个国防政策代言人，我叫一个什么说？你哪会晓操作这样？我跟你讲，韩国瑜这半当，你利用这个声势足悬的人气，啊，用安尼操作，我跟你讲，无人是伊的对手了啊！但真可伊这操作有点问题，这边啊无够人啊！操作个边说，我这拢家己出来讲，啊，你讲你个拢讲一寡，可一听。内行人愈听，感觉你这就巴肚底无过，啊，讲讲遐有诶无，啊，就无影啊，什么对台中弄一空去花莲，吼、哦，迄阵啊会有时间，即可能嘛爱五十当后，嘛无可能即马，即卖技术还袂够遐厉害，一声笑，拢讲讲遐有诶无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栓子、塞子，什么啥小咧讲讲遐，吼、哦，好啦，不管反正都，哦，伊诶，我是讲伊。走下坡，是不是会走下坡？走到七月中，国民党初选是拄啊无过，一届那阵无过，我那伫恁恁妈呀吼，啊有可能超过伊的是郭台铭吼，啊但郭台铭有郭台铭另外的问题吼，即、哦、比如讲，我看嘛有人咧质疑啊吼，一定要听着，比如讲，啊你财产80%拢是中共的，啊你若真正互你做到总统，啊伊从阿妈过来等你就害啊，啊台湾就变作本来是美国咧互咱靠，还佫有可能会当。靠伊三分，即马靠连台湾的总统拢变做去哦阿强啊阿妈棍条条咧，怎么靠啊？靠谁也没用了吼、哦。但是啊吼，除了这个有一寡问题啦吼，包括我感觉血汗工人是较吼，因、哦、公司的代人，即马表示讲伊模样像伊吼，互、哦、外界印象好，这个足厉害啊个吼，个这个大行业啊吼，佫来吼。哦佫一个足大问题是钱啦吼，这可能到尾也变问题。目前看起来无对，因为阮内底台联党内部咧讨论嘛，有人咧讲吼，但是是不是会成为嘛有人，阮内部嘛有人反对讲这不会成为问题，就讲吼，因为伊咧做生意啊，失手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知企业家的钱对啦，唔是因兜的钱啊，伊是摕物件去抵押贷款的啊，甲上贷款，甲台湾的银行，等台湾银行，逐间拢唔知借几千个块都唔知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借了伊再去投资的。银行拢嘛用钱，甲安那创了无好就倒啊，倒了银行吼。啊，请问伊遐钱拢对银行，咱台湾银行借去哦？伊毋是中国银行借的呢？台湾的银行是，包括伊啥物要去美国，要去美国 Wisconsin 遐投资，黑马市迄个台湾的银行借的咧，占大部分呢吼。啊，你啥物？嘿，借咧啊！我请问你啥物做着总统吼？啊，总统。会当管银行嘛，至少会当影响嘛，即吼，即因为咱啊用卡头有钱就知啊，吼，利息啊减5%，减0.5%，
讲零点三八，迄就可能几啊百亿啊呢。嗯，啊你靠呀，他有公平？银行是咱市大汉的，啊怎么到时滴乌龙蛇道蛇道咱的钱都唔对啦？嗯，啊要如何是好呢？嗯，这有那额外问题。嘿，郭台铭也不是没有人这问题啦，时间足短吼，剩下一二十天咧吼，啊如果那郭台铭出来，还佫另外哦，怎么？这个一寡人啊，朋友嘛，拢咧讨论啊。我韩国瑜才可能较好排，你这看这班的吼，会拍到尾啊大选吼，这韩国瑜大概问题会足济吼，啊会闹气闹大啦吼，会甲会很好打。啊，所以吼，不如咱即摆一直吼民调传传啊，拢讲韩国瑜安尼啊。来底国民党佫有一个朱立伦，他袂讲啦，咱来以人班吼，啊甲这个经验，啊甲少年。朱立伦感觉几岁了？朱立伦那五十年出吼，我个台大伊敢那经济系的吧吼，阮佮讲宿舍，我到底台大法学南十六室，我到底宿舍的这边较挖福利社，哎，到底较挖迄个对面边啊吼，但伊个无甚物交叉，无甚物熟悉啦吼，就啊，未想到人即摆做甲要选总统啊哩吼，那么但是呢，吼，讲起来伊也有。新北市现在是咱台湾人口上多的这个，诶，这个管区吼，啊，伊即马嘛有栽培接班人好有意义，看起来实力也有，经验嘛有，啊，佮人班佮袂歹，啊，佮学历甚物拢袂，佮嘛佮少年吼，比起来这内底可能上少，但是啊，时也命也运也吼，那轮来轮去，怎么轮也会轮到他，怎么又跑到韩国瑜，又跑出一个这个，跑出一个那个郭台铭，是。这是在有影哦，这上天创地人就是哦，上天创智人。但是，我嘛不是讲朱立伦完全无机会，但是至少吼，至少目前看是安尼啦，可能过过两礼拜啦，哦，七月中遐反正有变化，但是我看个目前还是郭跟韩在争第一名哈，是在有哦，对这个状况，但是呢，我。即马可能会看对另外一个来，我讲上尾段哦，因为咱这个收听话都伫这个哦高雄地区是主力哦，咱民生电台哦，即马收听到咱的节目应该宜兰的南洋电台嘛有啦吼，啊过来就高雄，过来屏东哦，啊高雄主要是这个王金平的大本营吼、哦，所以啊伊即马的角色更奇怪哦，伊并无去参加国民党的初选，所以伊即马。等于好像跟他没有关，但靠要啊！一个介绍，有你招选举呢，伊就无呢。啊，有人讲你即摆你招是要招，那是招你要跟人搭配做副的，还是你要吼招了你会做答应人做行政院长无？啊，是你真正就是要选总统？即摆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！哦、嗯，这样咯，这个变化哇，这吼有个无同款啦，吼，即个讲到为王金平来，整个情况又有改变哈。会有变数啦吼，啊，目前看啊，当然啦，国民党不是干那三个啦，后边干那个是什么张亚中吼，或者周锡伟吼，周锡伟古早家己讲伊的绰号，本来定亲切感的，即嘛，伫总统选举也是变作干那吼，这干那变作徛尾包水，也是足细尾，周锡伟，足细尾，这样的。本来绰号胡了歹吼，所以怪怪的吼。好，咱稍等下吼，我就要来讲，同尾段来讲，国民党内底王金平的动向会影响到吼。啊，那什么人出来会较好选？什么人出来？民进党还是讲本土派会较歹选？这样咱休息来分析。